了八神，这里大表哥还是第一个人先锋，想要打一个反分局，那么他能够反分成功吗？哇，宋丹发确认一个大爪子，漂亮，给小二刷赞可以吗？这波操作非常的给他的对他来说非常的解气啊，用了一个大爪子八尺乌啊，干掉了对方的先锋，因为这个怪人对他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啊。欢迎威武霸气兄弟回家，欢迎弼马温回家，兄弟来了，晚上好。现在比赛是来自小孩的八神，好下盘，一万去下逼下一根了，这个梦蛋没打全，可以花三段，怎么得几只跳 CD？ 哎呦我去，这个下 C 之后，这个梦蛋太慢，八神还是在尝试做跳压，对方直接击确认出升龙来了。小雕兄弟压定向得带 BC， 哇哦，对方有三颗气资源，怎么办？又是一个顶点超必杀技，小孩的反三大技再次失败，有没有可能翻盘？直接升龙单发确认，我操！我去，小孩丝血翻盘了，兄弟们！这个反应，这个确认能力，所有人都以为小孩完了，刷一波六吧，刷一波六。那么现在